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超级人。有鉴于常常看到人家在那边说什么台湾用不到1000的，起600的就好了，所以我们这次刚好 JM 有两台阿鲁，一台600的，一台1000的，然后再加上工读生自己的1000的、嗯，所以我们今天收集了三台阿鲁，两、嗯、台1000的，一台600的、嗯，然后我们要来盲测，俗称的瞎子摸象，有没有、嗯？把眼睛遮起来，直接跨上车，猜。这是600的，这是600的还是1000的？对，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笑的吧。那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测试人员，大瓜，应该可以啦。有一台是自己的车啊，就自己的车才会出来的。你现在讲越多越棒啊，继续讲。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吗？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捍卫战士的口罩，电影院限量版。这几？什么这几？自己有吗？把它看，真的看不到，应该是真的看不到吧？好，对、啊， okay. 你看看不到，打它不会闪。好，我们那我们现在把它拖去走一走，绕一绕。对对对，不要给我计步数哦，你计不到的。看不到啊！好，开始转，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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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怎样？好，这是人是身体不好还是怎样？没有，真的会很晕。我一下子就知道了。好，再转一转。我还换个方向转。对对对，好，往前，我觉得要彻底让他搞不清楚，不要怕啦，不怕撞到车子啦，大便大便大便，手不能乱摸，拿右边把手、这个，这个我一摸把手就知道了，真的吗？这我的车啊，哦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对啊，这你的？对啊，这个触感，这个骑起来的感觉。好玩哦，真想带他去踩狗大便之类的，转转转，来右手右手，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应该还是1000的吧，只是是新的1000，怎么那么好猜啊？他感觉大台了一点，是阿鲁车主比较厉害是不是？好像是呢，那这一台就不用猜啦，再转一转，再转一转，然后。这还是新的阿鲁啊！这样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比较老实哦。我真的看不到。干！真的，好，真的看不到。好，开始转圈圈。1000。有车干。两圈。车在这里。在哪里？车这里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往前他好开心哦，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在高兴什么？很有病是不是？这是哪里？啊，这里啊，这里。干嘞！往前没有东西了。我知道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。嗯，上去啊。你是找不到右边把手是不是？没有啊。看起来是非常的猥琐。这个重量。嗯，我记得这是600的。然后再跟你讲答案。好，下来。这600的。那你现在都知道那还是600？我知道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走过来，剩下两台中间。嘿，就是拆一台新，一台旧嘛。这个，哦，这1000的、啊，是赖永成的还是不是赖永成？你自己觉得啊？这一定不是赖永成的。为什么？悬吊吧。这个比较硬哎、欸。啊，跟刚刚你第一台觉得差在哪？第一台握把手就知道是600的、啊，为什么？比较短啊，它比较矮，比较短是什么意思，比较矮也比较矮，比较窄吗？没有啊，它左边把手就比较长，然后右边比较短啊，所以就记得一摸上去就知道、啊。你感觉得出来、啊？知道啊，这是新的啊，眼睛蒙着很好玩吗？蛮有趣的，对被蒙的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哪里，人是靠眼睛的，真的、啊，对啊。眼睛跟耳朵，这我的一握就对啊，你的一握就是你的啊，因为你握把我记得有改，所以应该要戴手套。嗯，要戴手套，你等下要戴手套啊？为什么我的难度要被等？你最难，因为你骑最多程，这是赖龙城的啊。好啊好啊，而且味道比较香，它有个香香的味道。你是加什么？他都在上面晾衣服吧？好了，结束了，你自己打开啊。对啊，我很厉害，猜得蛮准的。哎、欸，这多走几步就不知道在哪里了、欸。对，就是你会迷航，绕几圈就不知道。我们现在换人了， yeah.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进行盲测。对，我们还帮他戴上了手套，因为我觉得刚刚靠握把就可以认哪一台车，真的是太简单了，所以我们要增加游戏难度。
反正他这个人骑这么多车，我们现在先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要讲什么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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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着走，倒着走，倒着走，这里，倒着，倒着走，对对对，太难了。摩托车喽，这个，耶，热热热的，这会动哎，那就是你的。怎么这么好套出来？我觉得一千的就重重的嘛。所以应该是痘痘开关，敢不能摸痘痘，怎么可以摸人家痘痘？会有种很想吐的感觉。这里，对，超晕的。对啊，對，你就觉得三台我应该知道现在在哪一台，可是后来多走一走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现在摸的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灯吧？有，干，这是右边哦。哎呀，这怎么那么高？很重呢。我其实不大确定这一台是什么。可以先保留答案吗？好，给你保。哎，真的头很晕呢。撞到了！哎，不能摸屁股啦。所以嘞，这又是右边。对，右边。这样才准啊。为什么？这台怎么那么重啊？这应该是一千的吧？这个不会转的。感觉就同一台吧。你可以保留答案了。刚刚第一台应该是你的嘛？对。然后第二台跟第三台，我觉得第三台比较像以前。真的哈、哦。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右边。你要在脑海里勾勒出，哎，这为什么比较矮？是比较轻吧？我知道了。这样。你一定唬我，有两台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坐到第四台了，哪有那么多车啊？有两台是重复的啊。那你坐了四台车，你坐了、对，第二台第二台我觉得跟第三台应该都是一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知道第四台是这个样子了。应该这是六百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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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可以打开了。可以可以。所以看起来是很对嘛？我满头汗呢。你如果不给他第三台、第四台的话，他就一定踩不出、啊。如果没有第四台，就会踩不出。六百的就是把手比较近啊。就是有个六百感。嗯，比较小台、欸。在胯下就比较好操控的感觉，然后你把它掀起来，这个就明显的着地性比较好。有没有？我们最后就是新手的时间。对。会不会倒车就看这次了。我觉得会。哎，完蛋了。怎样看不到，然后又一直被转转去的感觉很痛苦，对不对？走。你之前在摸的是屁股。这是油箱啊！好好好好，这没有被骗。小一千的、啊，不是吗？好，随便你。可以保留答案。一千，哦，不是，这是六百的。为什么？高度啊，这这么矮。变高了吧？我觉得没有。那所以这台是……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一样矮？我觉得我每一台都在保留答案呢、啊。有啦，有啦，这个是一千啦，这个是一千。我确定。因为我搬不起来啊！我去，你看他的脚差这么远呢、欸。这个是一千啊，这一定是一千啊，是新的旧的，是新的旧的。到处拍拍打打，到底是想怎样？等一下，他可能跟前座比较不熟，他应该要坐一下后座吧。我觉得坐后座一坐就知道了。现在呈现一个真的认真到处乱摸的景象。这新的。他摸到关键了，好强哦！好强，知道关键在哪里耶？这新的，这新的。打的第一台到底是什么？两台都是那个。对，两台都是那个。我都要换一个地方停了，我想说冰压度掀起来的力量会不一样，可是它掀起来之后的着地感很明显，一千的真的高很多。你看它的脚。对啊，它完全够不到，完全没办法。对啊，而且立不起来，对吧？然后它分辨新旧，它是直接去摸人家的脸，它摸到这个 L7，就是2017之后才有的。
洞啊，这边都没有，对啊，这尖尖的啊。其实我还有摸这边，这个也摸，这个也不大一样，摸得出来。哦，对啊，它后照镜，后照镜这个也不一样。哦，总结哦，1000cc 又高又重啊，没有啦，就是比较高，然后比较重嘛，然后座舱感觉比较大嘛，把手会比较开嘛。那600就是相对之下坐高比较矮，然后你光是要从变压度把它立起来，车重就稍微比较轻，比较容易一点。然后离地高，脚的着地性啊，然后整个座舱的包覆感，600都比较扎实一些。买回去无痛骑车，现在这个 JN 只要卖398,对啊，1000cc 还蛮好便宜哦。这个里程已经30,000多了，没关系吧？还有一些阿鲁1000，就是这一代 L789这一代的一个通病，就是那个排气管的阀门，会啪啪叫，它可能需要去被调整一下，还是维修一下，还是怎么样之类的。前叉有漏吗？前叉看起来没有啊，我刚刚骑起来是觉得很正常，刚刚路上骑起来觉得很舒服，觉得1000cc 就是有那个，对，它比较不需要，就是完全不需要拉转，你在市区就是用低转速高档位慢慢骑，其实很舒服。那相较于600cc， 你刚刚骑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辛苦啊？也还好啦。那我的都很辛苦啊。对，这台车比较麻烦一点，就是前车主改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排气管，看这个角度也是有点怪怪的，就它很伸出去，很直，很平啊，然后声音就比较大一点，对，这现在在路上可能会比较麻烦。不过它也反映在它的售价上，现在好像不用30,000吧，只要20,000出头，这么便宜。对，然后它的刹车前面不知道干嘛，空空的，但是后面按起来还是有刹车，有，后面还是有。那其他这台车反而引擎声音就是没有那个排气阀门的噪音啦啦啦的，反正引擎的噪音整体感觉还比那个阿鲁1000就是干净一点，对，干净平顺一些。它600cc 好处大就是管性很小啦，座高很低啦，然后甚至599的税金也比较便宜啦。我觉得这些都是跟公升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对，反正就好玩嘛，应该蛮好玩的吧。简单分享了一下600跟1000，因为他们都同车系嘛，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是，对，就来实验一下。是，这其实以阿鲁车系来说，600跟1000的差距还蛮大的，即便蒙着眼睛，还是很容易感觉出来他们的差别。我觉得有一个牌子的车很难分，谁？雅马哈。哦，R6跟R1，对啊，他们一样超难分。没有，我觉得杜卡迪更难分。哦，杜卡迪，杜卡迪也，V4 根本就分。下次我们盲猜杜卡迪系列，好不好？我们从我们摆一排899，然后959，然后 V4 V2，然后再谁分得出来？好，我们下次问问看杜卡迪好朋友。对，可以借来试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大概就这样了吧。对，下次见，再见。